Hello，Hello，大家，怎样笑不笑？不是突然桌子响，你可以过来啊。大家，我们等一下会在 KKBOX 跟大家一起线上一起听。哎、欸，我邀请你去，我邀请你去。好好，等一下我邀请一下黄军。好香哦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现在要无形工商一下，就是我们的全新歌曲。歌曲，歌曲哦，好听哦，歌曲，我们全新 EP Unicorn 已经在那个实体已经那个预售已经那个 sold out， 没错。然后我们的音乐，我们这次的 EP 里面有四首歌。在各大平台上线，然后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听一下。哎，哲言呢？我还没有，跟哦，好。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很久没有直播？哈对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哎，各位，为什么？你在哪？哦，你在那边。为什么欧总？Hello。哎，我觉得今天那个。冠军的头发还蛮帅，还好吧？哦，哎，还好，好猖狂。他、啊、是不是就在对面嘛？什么意思？他、啊、是不是就是对面嘛？大家有什么？是不是就在隔壁？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们现在可以当面跟大家讲。还要注意啊。耶、yeah, ，有人那个、欸，在干，主持人在干嘛？帮我们，你的，有人已经买我们的那个实体了吗？不知道。跟着头号万岁！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确认一下啊。我要确认什么？要重新按那个申请加入。好，我接受了。很酷的。哦。好的。哇！你们猜啊！未来感。你们猜啊！那我们等一下会开那个 KKBOX 一起听，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4000人。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听，没错。等一下，大家，我们昨天那个听说，那个 Unus 的那个一起听的人数很多，不想输，不想输，不想输，帮我标记一下，不想输，不想输。#hashtag 不想输。哎、欸，我掉了，再让我再试一次。好，是朋友，我们也是竞争者。对啊，对啊，不能输吧？就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昨天听了那个 Unus 的新歌，我觉得很感动。嗯，就是我觉得很真诚的表达他们的想法，然后观众一听就可以 get 到他们的歌曲。价值吗？我昨天半夜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感动，听了他们的音乐，很真诚。很赞，而且我觉得他们的那个 IG 的那个前导很帅，超帅，超帅的。嗯，我觉得大家现在他们真的很帅。哎、欸，欧总不能输，欧总不能输，不能输，不能输。你要偷拍我们？对，那朱子祥。我跟你讲，我有在我歌里面写。我跟子宇的《Like a Fool》里面写说，有句歌词是“留下坐标在那回合”，其实这个就是要写给那种
原子少年所有的出道的朋友们，就是我们已经约定好我们的留下坐标在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你懂，很在这一边，很 high level， 然后 pop star 那个阶段，所以我们已经定好我们的坐标在那边了，然后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不久之后可以在那边汇合，但是日常的一些小竞争 ，Oh no， 那个不能输，那个绝对不能输，那绝对不能输。对啊，爱赢啊！哥，你可以来啊！你头好平啊！你把那个脸这样大家昨天有，他们应该可以放瓶水吧？大家昨天不看得到啊？有听那个 Yunus 的新歌吗？啊，那个。如果有的话呢？我这边有特别嘉宾，不好意思，可以把那个这边有特别嘉宾。他是，真的，所以要被骂。所以你等一下，今年怎么样？说好话吗？今年死背。你们在干嘛？很混乱。你在干嘛？你说，你露脸吗？我在认识。志安哥，哎，志安哥，帮你坐一下，帮你坐一下。哦，要大家好。嗨，志安哥。谢谢你的红包。我要，花掉了，花掉了。可以做吗？我们可以给他们看这个吗？要不要加入团体？不要，不要。那你去，跳舞不会啊？还要记舞步。对。办公室突袭。哎、欸，好巧、哦！我就是检查。你是那个嘉诚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要问一下我经纪人。哎、欸，哪一个没有认出歌的？经纪人最好那个没有认出歌的，我们现在大成吧。抱歉吧。哎，对，那个红包先还给哥两倍。三哥两倍红包。哎、欸，我们两边一个一个小时，这边一个小时。开机直播啊！红包红包。好啊，好啊。好。那我跟哥一起做。哎、欸。我们现在接下接下，我们现在想要用 IG 的直播来玩躲猫猫。啊，要不要不要？那那边就两个人一组，然后我们两个人一组，那、你们就各自一个一个。可是，在躲的时候，你们要把镜头给住。好，过程。好好。哎、欸，那哎、欸，那你们两个当鬼，你们两个当鬼，你们两个。我进门口，你们走。好。啊，那我们俩一起躲。就。躲六十秒就。范围就在这里，范围就在这里。那他们两个、啊，哎、欸，那我们要，啊，啊，对，我们在对 IG 直播，好好，好，那你们要出去，然后你们不能看，你们要把镜头遮住，我就是不要拍，不要拍柜子，好，好看，好看，认真，放镜头，放镜头，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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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镜头，大家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开走！安全门，安全门！哎、欸，指向我们班级。各位，我现在躲在这里。两位加油啊！两位，两位加油啊！不知道，我刚刚都没开心。
我大概知道他们在哪里。开始啊！开始啊！开始啊！哥，你要走了。好，哥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拜，哥，拜拜。拜拜。嗯，他们不在这附近吗？我首先，啊，这是这道是哪里？我操，这里是。哎，我觉得这里，我觉得这里有个逃生门。你说，他们不会出去啊？是吗？这可以开吗？可以开吗？会哔哔叫吗？行不行啊，两位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你们好可爱哦！没有人。两个加油一点啦，你们两个。不好意思。啊，我们低一点，我们低一点。掉在哪里了？欸，这里有呼吸声，有呼吸声。你这样子，抓到了！加成淘汰。后面三个人抓，剩下三个。主要会不会在老板办公室？我要分开找人。我来喽。老板，我们在你的办公室。哎，不要去老板办公室啊！哎，白木，我在找其他的，再找一下。录音室。嗯。在哪？祖安，我前面没有，我前面在录音室里面，有吗？哎，我锁住，还是我在录音？哎，不要啊，哪有在录音？我前面转你。哎，等等，看一下那个祖安的那个画面。接报线呢？接报线，我们来那个给一些。你们衣服不能拍到。好。还有人进来吗？啥子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欢迎淘汰，剩两个人在里面。欢迎淘汰。剩那个。哎，这里有一个人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把他。走。我不知道怎么开。我觉得这样是那个祖安他们。祖安，你在哪？祖安。好像躲着。哎，他那边啊！什么意思？我打不开、啊。不打不开。真的、哦。真的、哦。他出不来了。真的。我打不开。我打不开，我认真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先出去一下。好，哎，昨晚你打不开啊？那我们先吃饭了，拜拜。哎，不是，我也打不开，怎么办？应该是可以吧？怎么办？他们被锁在那个录音室。你有锁吗？没有锁啊。这也在里面。那你锁门开了吗？你拉夹夹。一遮眼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怎么？他们卡在里面，主要现在是卡在录音室里面，因为那录音室的锁在里面。哎、欸，其实你主要你要开，因为那个锁在里面。现在 KBox 没有主要的。哈哈，你说我看不到，看不到。现在是马赛克。
哎，怎么办？他们锁在里面的啦。拜拜拜。去录音吧，赶紧去录。等下你研究一下你先不要玩了，你先不要玩了，赶快你研究一下。不是，它里面没有锁妹。好好看哦。那风景先把。哎呦，我打开。好看。阿哲有没有？哎，对，我看一下嘉诚的脸臭的。对呢。是这样吗？我知道哲源在哪。Nope. 那你们去找。哲源在哪？哲源在哪？哲源在哪？你仔细找。看了。哦，还有哲源呢。眼睛利一点。那我。我都不懂的男人。嗯，哲源。哎，那个，不好意思，同事，你新来的执行经济。啊，你新来的经济。哇，为什么在这里？早上，八点到现在。我忘记交个功课，我忘记报上了。好了，我刚被死在录音室。我们俩说，好，各位，我们的。第一轮淘汰，躲猫猫，结束。那大家接下来请到那个 KKBOX 看我们的，跟我们一起听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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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